欢迎收看街坊突击队，又到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最爱的圣诞节啦。现在小朋友还相信圣诞老公公吗？还是早就看破爸妈的手脚了呢？你们知道什么是圣诞节吗？是的，就是送礼物的节。圣诞老公节日，圣诞老公会送给礼物，要什么他会送给你。圣诞节就是圣诞节，好像无法反驳。圣诞节就是我们，由此可知就是耶稣，是耶诞树，对对，耶诞树。很有基督同侪的影响力，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天呢、啊。诞生的日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乱讲的吗？没有，真的好，应该很简单吧？这是常识吧？是耶诞树，对对，耶诞树。圣诞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有礼物的。那礼物是谁给你的？圣诞老公公。你觉得是谁送给你的？就是老公公。觉得礼物是圣诞老公公送你的吗？是。圣诞老公公在芬兰。你有看过吗？我在 7-Eleven 旁边有看过。你知道圣诞老公公怎么进去你们家吗？踢雪橇，是粉色偷偷出来送礼物。嗯，闯进来了。怎么闯？你说像那个 FBI 这样子偷袭。Here's Johnny。没有像小偷一样吧，把窗户打破。下次看到圣诞老人先报警。门。哪个门？就是我们出口的门。会从烟囱进来吗？会。那你们家有烟囱？没有，从烟囱那里来的。那你们家有烟囱吗？你们家有烟囱？常常。那你有看过老公公从烟囱下来吗？有，请问爸爸，你们家真的有烟囱吗？没有，我们家没有烟囱。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？你觉得有没有圣诞老公公？有，没有？事实上应该是没有。我觉得应该没有。要送全球的话，每秒至少要送800多个。而且圣诞老人很胖，然后很重，好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阿肥突然觉得有点受伤。觉得有没有圣诞老公公？因为圣诞老公公应该全。自己的家长，对，差点以为在看观察时刻。好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那你觉得是谁送你的圣诞礼物？是圣诞老公公吗？不是。那你有收到圣诞礼物吗？从来没有。那你觉得有没有圣诞老公公？我都没有收到，为什么我觉得还有？真资本主义。那今年爸爸有没有考虑一下？有。那你觉得有没有圣诞老公公？他不存在。我以前也很相信公主和圣诞老公公都有存在，但长大就不相信了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因为我妈妈告诉我了。妈妈直接不演了。在学校有玩交换礼物吗？有啊，安静班也有。换到什么？娃娃，角落生物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大只。多大只？比我头还大。还不小只、啊，对啊。那你们交换礼物的话，你们会送别人什么东西？一大堆透明卡。一大堆什么？那是时代的红钟。那个我有带。你有带？长什么样子？借我看一下。太多了吧？你带来干嘛？就是他刚说的。哦，你说交换礼物要送这个出去。你有没有玩交换礼物？学校？学校有。那你换到什么？很烂的一台车，家乐福里面，50块一台那种。是不是通灵卡？对。哦，你说交换礼物要送这个出去，那你换到那个，你不开心？对。那你拿什么出去换？玩偶，一只熊的玩偶。我严重怀疑你们是同学。你知道是谁送的？知道啊，我知道谁送的。那你现在，还有跟他联络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送我一台烂车。我就交换饼干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饼干？是东方美人茶饼干。东方美人茶饼干，哇，你很懂饼干呢。好了，你精彩敷衍。你今年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？今年想要拼图。今年想要收到那个玻璃的提车车。你们今年有没有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？Switch。结
单一点，当然会想要高级一点的。Switch 啊，我相信爸爸在你们旁边，他有听到这个，我都听到了。他在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你今年有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吗？娃娃，毁灭之刃的。毁灭之刃哦，你喜欢哪一个？祢豆子。祢豆子哦，那你喜欢岩柱吗？岩柱我喜欢。大哥没有输对不对？没有。你的圣诞礼物都怎么来的？爸妈送的。今年想要什么圣诞礼物？无线耳机吧。无线耳机哦。嗯。AirPods。嗯。你有那个 iPhone？ 你是 i 几？十二。你是 i 十二？阿妈买给你的。嗯。有这样的阿妈，谁才需要圣诞老人？我想要一棵迷你圣诞树。爸爸，你觉得有可能？可以。你说的啊，你说好了啊，你说好了啊，你说好了啊。那你想问你们家里有没有圣诞树？没有。那你们想要一棵？我想要一棵，但妈妈不知道会不会买啊。你跟他塞那一下，他可能就会买给你。但如果没有嘞，那就跟爸爸撒娇，我保证他买给你。家里有圣诞树吗？我家很小，是出租的，所以没有。那你有想要有一棵圣诞树吗？想。想。我想。那家里有圣诞树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想要一棵？有，那你们玩。但妈妈说有点麻烦。看爸爸，你们看着爸爸说想要圣诞树。啊，我圣诞树。那你喜欢圣诞节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放假。那你们圣诞节有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吗？那我有一台很老的电动，也是为了也是圣诞老人送来才知道原来是爸爸买的。啊，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六岁的时候，过了三年。我现在九岁。嗯。十岁。不是过了三年吗？不是过了三年。安装复活来电。祝你圣诞快乐，哈哈。好。祝你圣诞快乐。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大家不用这么客气。希望大家圣诞节都可以收到自己想要的礼物哦！祝大家圣诞快乐啊！啊，记得还要帮爸爸妈妈的钱包哭哭啦！我们是街坊突击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